今天介绍一个和我学中文的外国学生的短文，这里边出现了两个比较经常犯的错误，你能找出来吗？首先，这里边出现了二周两次，这个二周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一般说成两周，数数的时候用一二三四，除了特别的情况以外，我们都喜欢用两这个字来代替二。其次就是谓语和宾语的顺序颠倒，这种情况主要根源在母语的影响。这里鼻涕淌应该是淌鼻涕，淌是动词，正确的是动词在前，名词在后，形成谓宾的形式。今天我们主要指出这两点，还有其他的错误，也请大家在留言处给出订正，以便于学习中文的同学们互相交流。谢谢。